听科批的律理常是此中扁迷，扁在土城的会客菜都他煮的。记者林恩如综合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里长邱碧珠，因多次公开力挺台北市长柯文哲，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拍板年底李长不予提名，他将以无党籍参选。此事件也让邱碧珠受到媒体关注，现在还被网友起底发现原来是资深扁家军，曾替陈水扁送饭或是护送陈庆余上班。邱碧珠右边图中央社。由于邱碧珠曾多次公开在里长活动时表示坚持支持柯文哲，而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昨八日开会讨论出第一波提名里长资格审查，邱碧珠因公开支持柯文哲经表决无异议通过，确定年底里长选举不予提名。事实上邱碧珠来头可不小，可以说是死忠扁家军。根据苹果日报报道，前总统陈水扁家族爆发贪污海外洗钱案时，都能看到邱碧珠在旁护卫阿扁女儿陈庆余上班，另外他还曾长期替阿扁送饭。文中指出，邱碧珠证实自己曾在陈水扁总统进土城看守所后，从每天清晨五点开始煮会客菜，煮了整整一年的会客菜。会请江志明议员送进去，他强调自己一年大概只有几天没有煮，但此中绝对不加味素给阿扁总统吃。记者林恩如综合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里长邱碧珠，因多次公开力挺台北市长柯文哲，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拍板年底李长不予提名，他将以无党籍参选。此事件也让邱碧珠受到媒体关注，现在还被网友起底发现原来是资深扁家军，曾替陈水扁送饭或是护送陈庆余上班。邱碧珠右边图中央社。由于邱碧珠曾多次公开在里长活动时表示坚持支持柯文哲，而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昨八日开会讨论出第一波提名里长资格审查，邱碧珠因公开支持柯文哲经表决无异议通过，确定年底里长选举不予提名。事实上邱碧珠来头可不小，可以说是死忠扁家军。根据苹果日报报道，前总统陈水扁家族爆发贪污海外洗钱案时，都能看到邱碧珠在旁护卫阿扁女儿陈庆余上班，另外他还曾长期替阿扁送饭。文中指出，邱碧珠证实自己曾在陈水扁总统进土城看守所后，从每天清晨五点开始煮会客菜，煮了整整一年的会客菜。会请江志明议员送进去，他强调自己一年大概只有几天没有煮，但此中绝对不加味素给阿扁总统吃。
记者林恩如综合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里长邱碧珠因多次公开力挺台北市长柯文哲，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拍板年比李长不予提名，他将以无党籍参选。此事件也让邱碧珠受到媒体关注，现在还被网友起底发现原来是资深扁家军，曾替陈水扁送饭或是护送陈庆余上班。邱碧珠，右边，图中央社。由于邱碧珠曾多次公开在里长活动时表示坚持支持柯文哲，而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昨八日开会讨论出第一波提名李长资格审查，邱碧珠因公开支持柯文哲经表决无异议通过，确定年底李长选举不予提名。事实上邱碧珠来头可不小，可以说是死忠扁家军。根据苹果日报报道，前总统陈水扁家族爆发贪污海外洗钱案时，都能看到邱碧珠在旁护卫阿扁女儿陈庆余上班，另外他还曾长期替阿扁送饭。文中指出，邱碧珠证实自己曾在陈水扁总统锦土城看守所后，从每天清晨五点开始煮会客菜，煮了整整一年的会客菜，会请江志明议员送进去。他强调自己一年大概只有几天没有煮，但此中绝对不加味素给阿扁总统吃。记者林恩如综合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里长邱碧珠因多次公开力挺台北市长柯文哲，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拍板年比李长不予提名，他将以无党籍参选。此事件也让邱碧珠受到媒体关注，现在还被网友起底发现原来是资深扁家军，曾替陈水扁送饭或是护送陈庆余上班。邱碧珠，右边，图中央社。由于邱碧珠曾多次公开在里长活动时表示坚持支持柯文哲，而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昨八日开会讨论出第一波提名李长资格审查，邱碧珠因公开支持柯文哲经表决无异议通过，确定年底李长选举不予提名。事实上邱碧珠来头可不小，可以说是死忠扁家军。根据苹果日报报道，前总统陈水扁家族爆发贪污海外洗钱案时，都能看到邱碧珠在旁护卫阿扁女儿陈庆余上班，另外他还曾长期替阿扁送饭。文中指出，邱碧珠证实自己曾在陈水扁总统锦土城看守所后，从每天清晨五点开始煮会客菜，煮了整整一年的会客菜，会请江志明议员送进去。他强调自己一年大概只有几天没有煮，但此中绝对不加味素给阿扁总统吃。记者林恩如综合报道。
民进党籍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里长邱碧珠，因多次公开力挺台北市长柯文哲，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拍板年底李长不予提名，他将以无党籍参选。此事件也让邱碧珠受到媒体关注，现在还被网友起底发现原来是资深扁家军，曾替陈水扁送饭或是护送陈庆余上班。邱碧珠，右边图，中央社。由于邱碧珠曾多次公开在李长活动时表示坚持支持柯文哲，而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昨八日开会讨论出第一波提名李长资格审查，邱碧珠因公开支持柯文哲经表决无异议通过，确定年底李长选举不予提名。事实上，邱碧珠来头可不小，可以说是死忠扁家军。根据苹果日报报道，前总统陈水扁家族爆发贪污海外洗钱案时，都能看到邱碧珠在旁护卫阿扁女儿陈庆余上班，另外他还曾长期替阿扁送饭。文中指出，邱碧珠证实自己曾在陈水扁总统锦土城看守所后，从每天清晨五点开始煮会客菜，煮了整整一年的会客菜，会请江志明议员送进去。他强调自己一年大概只有几天没有煮，但此中绝对不加味素给阿扁总统吃。